Hello，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徐伟宁，我是陈浩森，由我们所主演的第九节课《Lesson in Love》将于iQIYI国际版播出。想知道伟宁所饰演的高中国文老师陈梦和浩森所饰演的数理自由生张毅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竞技火花？请您持续锁定iQIYI，获得更多第九节课的第一手消息。